东西呢就是废弃的书架的板子，我们点上蜡烛之后呢可以完成我们的热气球的一个实验。他们现在对什么都很好奇，特别像国家发射的一些火箭这些之类的都很兴奋，想要去了解。我想知道他们的梦想，我发现很多的孩子是想成为科学家的，想成为宇航员的，而最让我欣慰的呢，是有的同学想成为一名科学老师，像张老师这样的科学老师。